这是一位妙音居士啊，他说他是加拿大的在家信众，现在有几个严重的问题啊，请师父开始。这如今国外得老年痴呆病的人呢，特多。 我们时常去老人院给他们念佛，请问这样对他们有效果吗？病人临终能否往生呢？如果一个病情特别严重的人，他的业报未能受尽，他的家人不忍病人承受痛苦。 给他一些快死的药，拔除他的阳气等种种手段，其目的呢是希望他们少受痛苦。这样一来是否如法？是否会导致不能往生？假如他是一个学佛者，从佛教的教义，人生、昼业。 的观念来看，此做法不是会相违背吗？啊，应该如何引导这些亲人和病人？以上问题，请师父慈悲指示。这个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哎，说到生老病死，古今中外，上了年纪的人无不感叹呐、啊。在古时候。 社会上有两种人，非常值得人尊敬。一种是教书的，啊，在从前学校少，私塾先生。 一种人是医生，为什么这两种人值得尊敬？这两种人所做的事业，确确实实是,是全心全力在帮助社会。啊，教书的老师帮助。 学生开智慧，医生大夫是帮助人把病治好，这两种人都是不计报酬的。如果说是这个老师教书啊，要收学费。 那人家瞧不起了，自己在社会上也不好意思。啊，医生给人看病要钱，那在社会上也会被人唾弃。啊，所以这两种人接受别人的供养都是随意的。啊，富裕的人家。 多供养一点，贫穷人家少供养一点，啊，所以这两种职业都是非常清高啊，清就品呐、啊。实在没有钱的，想读书，老师啊帮助他。 啊，供接他一时。啊，生病的病人家里如果真的没有钱，老师赠送这个大夫赠送医药。从前呢，现在世界变了，教书的老师要钱，大夫看病要钱。 听说拿的钱不能满足他，他就不认真治疗。悲哀呀、啊！为什么会搞到这个地步？我们想一想呢，教育。 古老时候教育，教人厚道啊，存心仁厚啊，啊！但是古老的教育被称为是封建的教育，落伍的教育啊。现代西洋人这种思想是先进的教育啊，先进的教育。 老人要受许多折磨，要许多痛苦，所以我非常向往封建的时代。啊，帝王专制的时代，我向往那种生活，向往那种社会。啊，虽向往。 然而不可得啊！于是我们向佛经里面去寻求啊，佛法里面告诉我们，疾病有三种原因啊，一种是。 饮食不调，古人所讲“病从口入”，属于生理的疾病，这个医生能治。啊，第二种疾病是冤亲债主照在身上。啊，我们常常遇到一些同修，啊，说是有不干净的东西上了身了。 精神恍惚啊，一切都不正常了啊！我们一般讲魔鬼附身、冤家债主附身这一类病医生不能治理啊。佛法或者宗教里面一些仪式啊，往往有效啊。这什么原因呢？ 宗教仪式是调解啊！如果冤亲债主接受调解，他离去了，你病就好了。那么像老年痴呆症，这个不是属于前面两种，这属于什么？这属于叫业障病啊！有没有办法对治呢？ 有，啊，因为它是一障，所以佛教给我们，真正啊，至诚忏悔业障，这个病就消失了。啊，这个是现代科学没有办法理解的，你给他讲业障，他笑话你，你迷信呐、啊。 啊，二十一世纪了，你还迷信？啊，其实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要懂得消除业障。这个事情在现在讲，实在是非常非常困难。啊、为什么呢？这些知识。 这些道理都失传了，没有人研究了，也没有人学习了，还懂得一些，那真是是极少数的学佛的人或者念古书的人啊，你看看。 新加坡徐哲啊，这刚刚过了呃七月一号啊，他的生日啊。他说这个生日过了，他一百零三岁了，他身体健康，没有毛病啊，耳目聪明啊，为什么？ 一生不造恶业，没有我呢，没有我的思想，没有造恶的行为，起心动念，一切行为帮助社会苦难的人民，啊，真诚的爱心。 啊，他年岁大了，他不痴呆呀！啊，一个月之前，中国长安同修给我带来了一封信，啊，里面有四张照片，果林老法师，今年一百四十一岁，身体健壮啊。 站在那个地方，腰杆挺直的呀、啊，一丝毫驼背的现象都没有。一百四十一岁，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听我讲经的观帝。老修行，他身体很好，还想到新加坡来看我。 啊，只是拿不到签证。啊，所以对于这些人，我们帮助他念佛有好处。他能信、能听得进去更好。他听不进去，所以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也给他种善根。 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帮助他，我们的情谊到了，这样就好。啊，自己总要懂得宇宙人生真相啊，这些东西在古圣先贤典籍里头。 啊，我们要多去看，多探讨，多学习。啊，人在极端病痛的时候，啊，所谓给他安乐死，啊，这种做法，社会上有些人赞同，有些人反对。啊，我们学佛的人当然反对。 学佛人应当怎么做呢？帮助他减少痛苦，减少痛苦最好的方法念佛。他能够把念头转到佛号上，转到阿弥陀佛上，他痛苦就忘记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很有道理。 啊，人生愁业是佛说的，但是佛又给我们说，业报可以转变呐。如果业报不能转变，那佛就度不了众生了，帮不上忙了。业报能改变，如果不懂得改变，你是随业流转；懂得改变，消除业障。 提升自己的境界，这就好了。啊，学佛确实可以得到健康长寿，啊，延年益寿啊。啊，《了凡四训》这是许多同学们常常读诵的。 讲的很清楚啊，延长了寿命啊！我自己学佛也是延长了寿命。年轻的时候，许多看相算命的都说我活不了四十五岁，我相信，因为我家里三代。 都没有活过四十五岁啊！我能够记到的，我的祖父、我的伯父、我的父亲，都是四十五岁走的。我相信我学佛没有求长寿。 一生全心全力走的是弘法利生、修福慧命的道路。啊，我没有福报，前生不知道修福。啊，现在寿命延长了，福报好像也有了，都是这一生。 修来的啊！我二十六岁开始学佛，这一生修来的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我学佛五十年了，身心不已。越学信心越坚定。 啊，确实，烦恼年年减少，智慧年年增长。啊，这个是我学佛带来的结果啊。啊怎么学法呢？如理如法的修学，一定要遵照佛在经典上讲的道理、方法、境界修学。 要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随顺佛陀教诲，这叫学佛。如果还是坚持自己的成见，那不叫学佛。啊，学佛能改变一切。 啊，能改变相貌啊，能改变我们的身体啊，所以身心健康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啊，在佛法里头，决定得到殊胜的果报啊。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啊，社会大众问题，我们无能为力啊，至少对自己。 对自己的家亲眷属，我们要帮忙啊！真正要帮上忙呢，那你一定要深入经藏，深结意趣，以教奉行啊，这才行啊！ 第二位同学问的啊，他有四个问题。他说：“我学佛，已念佛多年，啊，大概有十年了，在一九九八年。” 啊，那个时候他在外道，啊，他是在外道，学念佛念的是《阿弥陀经》《大悲咒》《波罗密经》啊，《阿弥陀佛》。后来碰到老法师，就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经了。他说：“我时常来听经，菩萨了时常来在口里，啊。” 要看老法师，啊，又看不到；啊，要听老法师讲经，也听不到。那些影子境界时常出现，啊，那么想念佛呢，也很辛苦。 他时常来我口里，带我到天上去走走，使我没法子修行，请老法师帮忙。啊 <coughs>，这个也是属于第二类的病态。啊，好在还不太严重。 他下头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他说此种现象是否我功夫不到，还是自然现象？没错，你功夫是不到，啊，功夫真正得力，不会有这个现象。啊，功夫得力的时候啊，祝福护念龙天善神。 巴有啊，第二个是儿女想啊，儿女想想心呢是因此而。 会耽误我往生的机会，是否有影响？有影响啊！最好呢，你一心念佛，这个境界现前呢，加紧念佛，不要被境界所转。第三个。 他儿女都一直讲，我在家里供养许多佛像神像，有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说观地公财神爷、弥勒佛、千手千眼观世音、有法是说，是准提菩萨、天公啊，你供的是太多了，他们叫我剩下一尊。 啊，我想剩下供养西天三尊是否可以？如何处理？对，在家里念佛呢，只供养西方三圣。啊，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么其他的佛像，最好请到佛教的寺庙。 啊，这个你这个供养的这个天宫。啊，这些呢，你可以把它请到道教的寺庙，啊，让他们去供养去，啊，家庭里面的应当供这个供养西方三圣呢，这样好，啊，你的心要专，啊，把外道啊。 过去所学习外道的习气，要通通放下，啊，一心学佛。第四个问题，他早期我在外道时，菩萨一直来，啊，我早晚没得休息，任何时任何处都很忙。一段时期教好，现在又辛苦来了，儿女一直说。 外道弄把戏，又说魔道，我应该怎么办？<coughs> 你可以 <coughs> 去多练练了凡四训》。 你就晓得怎样应付这些外道的鬼神，一心求阿弥陀佛，为神加持你啊！这个外道来折磨你的时候。 你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提醒他六道轮回苦啊！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应当发心利苦得乐。 啊，劝导啊，来找你这些鬼神啊，不要干扰你，不要扰乱你。你往生净土之后，将来道家慈航啊，来渡他们，这样就好。下面是。 台湾六合堂的同修，他们啊，这个啊，他们是由有有啊，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日，台湾六合念佛堂因见台湾人心不古，世道迷乱，因此一心恭请老和尚开讲“父母恩重难报经”。<coughs> 这四是一桩好事，但是我没有这个时间，抽不出时间。啊，今年的时间通通都排好了。啊，九月间呢，我们在台湾电视台呀、啊，排了一个一段时间，有四十个小时的录像。 啊，讲一部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这个里头也谈到报恩。啊，那么往后呢，我这个五年的时间已经都排定了。啊，把《华严经》讲圆满。啊，《法华》言《楞严》《净土五经》，啊，这个几部经呢？ 需要五年的时间，而且每年要讲满三百天，一天要讲四个小时，所以五年总共有六千个小时，啊，我要完成这些大经，啊，看看往后的应缘了，啊，这一位同学。 啊，法安、嗯。它有两个问题。啊，它是世界第一间的净宗学院。啊，落成了，这个还没有落成。啊，正在筹建当中。啊，这这是全世界的佳音。身为佛弟子的我们，无比的欣慰，同时也鼓舞着我们。 好好的栽培下一代，希望他们将来能续佛慧命啊，护印带到全球，挽救这个逆难的世界啊。所以，我们很想知道学院入学的年龄与标准。第二个，假设有特别的例子。 如这些孩子从小有严格的教导和训练，及特别根系是否能网开一面，特别例子。哎、呃，这个是整个这个呃教学的这些课程啊，以及呃学学校的。 这些，呃，办法都在研拟之中啊。他们做好之后，我们会公布啊。首先会在网络上公布啊。那么现在呢，这是学院刚刚呃政府批准啊，批准之后啊，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培养师资啊。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老师， 啊，纵然有完备的设施，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完成，哎、呃，教学工作，啊，所以培养师资是我们当前的急务。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哎、呃，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啊，我们会把讯息传达给你。 这一位同学问：“他是为了精进修行、诵经念佛，因此我就在家里设了一个佛堂，除了白天修道行道外，啊，修道行道外，晚上啊也。” 不浪费时间啊！因此，当我念到疲倦，我就躺在佛堂睡觉，目的是让晚上也不忘，凌晨又可以提早起身念佛啊！睡在佛堂，是佛如法。 这个睡在佛堂里面，不脱海清啊，乐事休息可以。啊，我们念佛堂里面呢，哎、呃，大家在一块共修，所以修习呢是在念佛堂旁边有一个房间，啊，专门提供大家休息的。啊，休息的时候不脱海清。 啊，这个休息好了，清醒过来之后呢，那么就接着啊，就念佛，啊，就走进了念佛堂，啊，这样比较好啊。在家里头是，虽然没有大众共修啊，也应该这样才好啊。当你休息的时候，可以到房间，哎、啊，你希望。 检测自己呢？那你在房间睡觉的时候，不要不脱衣服，啊，这样比较如法。这位同学刘居士问的，他说他堕胎两次，流产一次，罪能消吗？这个罪很重，很重。 啊，当然能消，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啊，真心忏悔呀，断恶修善，改过自新，这个罪业才能消除。啊，否则的话，很难。 这是很重的罪，因为儿女到你家来投胎，不是随便来的。你看多少人求儿求女，一生求不到，啊？为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跟这些众生没有缘。 啊，凡是到你家里来的，跟你的缘很厚啊！啊，佛讲有四种缘呐、啊，有报恩的、啊、如果这个小孩是来报你恩的，你堕胎把他杀掉了，恩就变成仇了，这个很可怕。 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不是报恩，是来报仇的。如果这个小孩是来报仇的，你把他杀掉了，仇上再加仇恨，这怎么得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这个结怎么解开呢？自己真正觉悟了，真正忏悔，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念念给他回向。啊，希望把这个冤结解除。啊，现在这种事情。 可以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街，角落都非常普遍。这个道理，世间人不知道啊。事实真相是，更是无知啊！啊，所以他造下这一些罪业。 给这个众生解了深仇大恨，啊，果报是没完没了，很可怕，很凄惨，啊，所以自己决定要念佛求生净土，啊，把自己修行功德回向。 给自己的冤亲债主啊，真诚心能感动鬼神。所谓是诚则灵啊，不成就没办法了啊。那么依照这个佛法，呃修学。 是会有效应的啊！一定要如理如法，好好去学学。这白金居士问了五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他说：“我发心先自己听经念佛几年，等有定慧之后，再出来学习。” 讲经说法，弘法利身，这样发心是否正确？正确的啊，不能说不正确啊。那么要想弘法利身，确实先自己要有基础啊，最重要的是善心善愿。 对一切众生，都以善心对待，不可以以恶念呢对众生。啊，那么听经念佛，听经呢，这个初学最好听《十善业道经》。 多听呐、啊！啊，现在我们《十三夜道经》这个呃光碟刚刚做出来，啊，听了凡思讯，啊，先从这里下手，啊，听《阿弥陀经》或者听《无量寿经》都好。 专心念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思想、见解、言行，决定与十善业相应，这样你的根基才能够奠定,定。第二个问题，他说：“盲目受了菩萨戒后，不能手持学偶业大师。” 佛前退戒，先持五戒，等以后境界提升时再重受菩萨戒，这样做是否如法？如法。啊，古来祖师大德有例子。啊，先学五戒十善，啊，这就好啊。 居士上台讲经，是否必须先受菩萨戒？一定要受。啊，为什么呢？避免别人讽刺你白衣身作，啊，白衣身坐是佛不许可的。啊，在家受菩萨戒，他就不是白衣，他大衣大这个缦衣。 啊，没有受菩萨戒的，不可以打满仪。啊，现在有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受了五戒就打满仪，这错误的。五戒是悲。啊，菩萨戒才有资格打满仪。啊，身作大服说法，啊，所以这个形式是避免别人的畸形。 啊，我们也要真正发心呢，去学菩萨。第三个问题：这居士为家人切肉烧菜呀、啊，是否犯杀戒？这一桩事情在家里，只要不杀活的动物，啊，你到市场去买那些。 已经杀好的，这样就不犯贱。如果买活的东西回来杀，那犯贱。啊，你买活的鸡、活的鱼买回来杀，这个是这犯啥贱？啊，人家杀好的，你买回来的时候，这个不犯啥贱啊，这是佛家讲的三斤肉，不见啥，不闻啥。 不为我杀啊！那么你在家里面做这些荤腥呢？给你的家人，你自己最好呢吃肉边菜。古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猎人队。 吃肉边菜十五年了、啊，啊，你用这种方法感化你的家人，啊，他们吃肉食，啊，常常生病，你素食身体健康，啊，最初的时候，他认为你们吃素的人营养不够，没有体力，啊，比不上他。过了几年之后啊。 发现的时候，吃素比吃荤的人健康，啊比吃肉的人长寿。慢慢他就觉悟了，啊，素食殊胜呐、啊。第四个问题他，流通佛像经书时，有些人得到后随便处置。 啊！撕回经书该怎么办？这是个人因果，个人负责。啊，纵然他随便放撕回经书、撕回佛像，他也得度了。啊，为什么呢？ 所谓业力而根永为道种啊，业力缘根也是永为道种，但是他撕毁佛像经书的罪业，他要受报啊。他的罪报受满之后，他阿赖也是这个佛种子会起现行啊，还是因这个佛种子而得度。 这个道理很深，我们要了解。哎，我们不必去责怪他，能劝劝到他，不能劝，随他吧。啊，切不可以加深他的怨恨。 啊，加深他的敌视，那就错误。我们总是和颜爱语来对待他们。第五个，他是佛说疗治病经是否属于大藏经、呃？这个你可以查一查啊，在大藏经目录里去查。 啊，因为经典太多了，啊，你突然问的时候这个这一部经我没有看过啊。这是江西贵溪的同学，他有四个问题。他说：“我们贵溪市佛教居士林啊，遵照老法师教导，每天念佛、听经呢，十二个小时以上。” 但有许多居士需要延伸见王我们正金贵林长一日在念佛堂打坐回向之时，见有无数亡灵排成队伍跪在佛前，另有三位庄严向好的女菩萨对郑居士说：“超度啊，还是需要的。” 啊，此境界是否可信？每日念佛堂回向是否可以代替其余法事？是否可以接受信众钱财并设立排位档次价钱？哎、呃，念佛堂里面可以附带超见亡灵，不举行任何仪式。 就是念佛回向啊。往年印光大师在苏州这个灵岩山寺啊，他老人家就是这个做法啊，可以带牌位啊，但是最好呢，不要收钱啊，收钱的毛病很多，尽可能的。 去避免啊，供养是随意决定不勉强啊，一定要是这个呃定出价钱不好，这是疲范如来不如法啊。那么你这个呃居士林是居士道场。 只要是正法道场，弘法立身是需要用金钱的，啊，道场里面可以放一个这个福田香啊，啊，一般叫功德香，那不是功德，啊，叫福田香，广种福田，啊，大家到这个地方是随意。 绝不带丝毫勉强，啊，供养道场，帮助做弘法利身的事业，这个可以。第二呢，是居士林，啊，居士讲经是否一定要受菩萨戒？这刚才说了，啊，一定要受菩萨戒，啊，若只受五戒呀，可是否可以？ 佛讲《太上感应篇等》等经，讲《太上感应篇》，讲《了凡四训》啊，受三规都可以了。如果是讲佛的经呢，佛教经典呢，一定要受菩萨戒啊。那么《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文昌》呃《文昌帝君阴之文》，这都不是佛经。 啊，这个可以讲。这居士林有居士要求啊，受三规五戒不方便，请到法师传授时，可否用老法师两千年在新加坡传授三规五戒的光碟以作证明？可以。啊，这个三规五戒可以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发愿，哎、呃。 瘦瘦，啊，这个可以